大家好，我们来用兰亭的极致啊来写春联啊。好，那这是兰亭里面是，那在写的时候呢，它虽然有稍微调整过啊，但是在于有时候那个取字去背景没有去得很好，还有字的安排有时候并不是很恰当，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写的时候再重新调整一下齁。好，虽然它有调整过，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够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齁，这是右联。我们来看幽竹尽怀。好，先写这幽字。好，这幽字呢，它齁大家如果原帖一定要先练的比较熟一点齁。好，它这有个摆动的感觉。那左边呢，这里凹稍微重，但是转折一定要保持圆润，尽量不要失去原来字的那个味道这右边的比较瘦，带过来带笔过来这是一个连续动作，按一下这里切这里要保持圆润，挑起来这里轻重起来，这样幽字。那竹字呢右边有点弱了摆在这边那同样的字在不同地方有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然有点太弱所以我们把右边这里稍微加大一点点，让整个字平衡一点幽竹尽。那我们来看竹尽呢，在这里有点如果说要跟下面的感觉太重了，我们把它弱化，就写轻一点，同样的造型这样子呢，在尝试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已经在训练我们的重新的章法一种章法的能力。带过来稍微变轻一些，笔法结构尽量不要变太多我把这里左边拉长一点，因为这里有点往右上了怀字呢，它在这边的极致有点偏小而且弱了，反而我想把它写大，然后再稍微重一点，位置就跟这里一样那注意到这边这个转折，这是很有姿态的这里重新起笔挑起来那细节部分呢，大家有机会再去看一下我的视频录影重一点，抽这样子再来大字大字呢未必就要写大了看情况这样子差不多重重的，然后不要写太大倾斜角度也很合适在这时候装饰这边加压有一点抽的成分。再来这个应该其实念成太古比较适合了古字。古字呢差不多这个记得不错但是倾斜角度斜度可以再小一点点，然后我多一点点弧度下来，不然感觉这个有点太斜了那这边装饰挑起来，小心这一笔摆动太古字字呢来看差不多，但是斜度都有点太大大小是差不多，但是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同样的笔法让整体性呢更一致。
即使是右脸的部分，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写左脸，右脸是幽竹径怀太古寺。那左脸呢，这是春山贤若少年人这有一丁点春这极致这比较适合就是读书人不适合什么恭喜发财的好，我们来看那忧字这样，春字这里显得有点太弱了所以春字呢要稍微大一点，所以写过的尽量就像这样摆在旁边刚好可以看一下，我们稍微把它放大一点，一些斜度是差不多，但是大小呢应该大一点，或者再重一点点也可以。这个春字，挑起来点，这样好。再来三呢，差不多，三反了，这样差不多跟右边的还蛮适合的装饰，左边我写重一点点，挑起来点，这样。春山贤若贤字很明显呢太小了太小了位置呢可以因为这个近蛮，其实如果像这样子又等一下这弱，我们可以调整没关系不一定要对的刚刚好，但是长度要一样。我这里稍微高一点点，不然就有点空大小稍微大一点点，闲置。记住，结构用笔尽量是一样的。这一笔重一点，闲，挑起来。点，这样子。弱呢，也是可以大一像它这样，但是不用那么重，没关系，因为等一下少有这个长角，所以这大比较小，所以可以平衡过来，所以不用一开始每个字都对得很齐，没关系行书整体一致就行了。我们稍微轻一些，大小差不多。可以看到，这考虑到整体性，就要把原来的字稍微调整一下，不要照搬照搬呢有时候会斗不起来。少字呢，年字都是有个长角，所以这很好利用这种特性去把这个原来不够长度不够，把它拉长。我们来先看这个少字。所以在写的时候呢，像这个机制，他们是有经过安排的。如果没有安排好，自己再把它调整一下，少字拉长，还是没有平衡，没关系，长度还有这个年呢，就这个人字本来就是比较扁的，没关系，所以这再高一点，装饰。再来这里，记住用笔结构都要一样，厚一点。好，这样记住就齐了，对不对？最后这个人字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把它写对称这样子。这蓝叶撇。抽，好，这样刚好就一致了。